好，按习惯是从头到尾来一次哦。我先用 E 麦的。三次都一样，好，你还会弹这个吗？不会，不会哦，这个就是主理程度去念，他不会念，他也不会唱。对，这个是第三式啊，垂帘应该是忏悔礼第三式，所以它的里面的歌词是包含忏悔礼跟那个垂帘曲，都是望这一台弥撒嘛，礼拜六下午。我在唱这一个版本的时候，不会我醉我醉我的重罪，没有，就没有忏悔礼。他在里面就有忏悔礼，所以这是第三式，忏悔礼第三式，然后包含那个垂帘曲。所以如果你参加礼拜六下午这台弥撒，那个神父直接念哦，各位教友，我们现在大家认罪虔诚举行圣祭，啪就开始唱歌了。那我来自 D 麦的，我们天选在用的。唱的时候是李会唱一句哦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基督求你垂怜，然后大家一起唱，基督求你垂怜。那前面的这一段可以是神父唱，我们曾经有神父唱过，可是神父因为要跟他练习，就这一句是教友全部的教友唱，那你们也是嘛，是有人领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一样，你唱，你来这世上召唤罪人，基督求你垂怜，然后教友全部。基督求你垂怜，然后领唱，求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，基督求你垂怜，然后全部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很简单。那先
看它的这个 E 麦的原谱 ，E 麦这是咪，所以就是首席咪 ，E 麦的首席咪，然后这边 E 麦 7 on D，E 麦 7其实右手应该弹 G 啊，因为它旋律在拉，所以你可以弹西雷咪啦。C major seven 我没有教，它其实是哆咪嗦西，那变形是西哆咪嗦，所以这一边嗦是弹西哆咪嗦。D on B 其实就是 B minor seven， 之前我有教过的。好，那再发，所以是拉雷发。A successful， A successful 是什么？上礼拜有讲。上一次好像有讲A successful A 是什么？要带个四嘛。A 是什么？拉升哆咪，这是 A 嘛，第四音 Re 口诀，第四音取代第三音，所以第三音就不要弹，就变成拉雷咪，这是 A successful。 好，所以这边的 Re 我没有声音的，我没有手指去弹啊，你如果钢琴直接弹也可以，拉雷咪拉到拉，啊，如果要弹出旋律来，所以这是拉雷，这是拉雷咪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然后到 A， 拉哆咪 ，E 咪嗦，西咪嗦 ，D 发，拉雷发。G G on B 就是 B my 7 B my 7就是 G on B， 那 G 要弹 Re 就首席 Re， 好 C 加9，第九音是什么？ C 的第九音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，那你就多出一个 Re， 其实就 C 加2了。嗦哆咪是 C， 嗦哆来咪就是 C 加2或加9。为什么有时候写加二，有时候写加九？对，就这个版本。早就有轻的。没关系，你先放着啊。二跟九都是 re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再弹 C 和弦。我们用哆咪嗦来分解好了。你如果加这个音，它就是 C 加二。你如果加在高的地方，这变九，所以二跟九在记谱上用法是这样，如果是记二是要这样弹，那记九就要这样弹，从这边来数才是第九音，所以这边你如果真的回去钢琴弹，你没有照，你没有弹出旋律来 ，E my D G on B。C 加九是要这样子弹，可是我觉得不好听，我觉得加二比较好听，因为它旋律在咪，那你要弹一个高音的 Re 很奇怪。这是第九音也是第二音，加在这里最好听。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过门 C D E 麦，刚好从 C D E 麦过门爬上去。贝斯走上去，这个 C D 是半拍半拍哦，一二噔噔噔，A， 我跟他讲加二，哦 ，A 的二音是哪一个？妈的第二音就是 C 嘛，加二比较好听。习惯都是这样弹，拉西哆咪，西雷西哆，然后一个 A 的爬音。如果你有风铃，上次我们有风铃来，对不对？刚好在这边，那个感觉，再重复一次，刚刚是第一次哦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其实都一样 ，E 麦。
熟悉咪，西就是咪熟悉，咪熟悉，又来了拉 ，E my seven， E my seven 是 G on E 嘛，可是它的贝斯又跑到 D， 所以弹出来会是这样。告诉你最好听是喜咪拉，你就弹 E 麦就好，喜咪拉，然后 on D， 这边 C 一样 major seven 喜哆咪嗦，这个 C 是第七音，不是属七的七哦，属七还要降半音哦，是还原的七哦。D on B B my seven， 拉雷发，又来了 A 三三十four。是这样，拉不弹就是，刚好就配这个拉嘞，拉嘞咪，到这边我会弹哆咪啦，刚好接嗦嗦发咪的咪，西咪嗦一咪，拉嘞发 D， G 扬 B， 左手是 C， 右手熟悉嘞。七加九，手哆来咪，一样西扬 C D， 这边没有写 C D， 过门，手哆咪拉来发，然后 E 麦 D 拉来发 ，G 扬 B 手起来 ，A， 好，我一样会 A 加二，最后一段 E 麦手起咪。拉拉手用 E 麦弹，喜咪拉，左手在 Re， E 麦 on D， C major seven 喜哆咪嗦， D on B， 这就是 B my seven。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帕斯的乐理好像不是很好，这个就是 B my seven。好 ，A 三三的 four， 拉嘞，拉嘞咪。过门，西嘞哆咪嗦，一麦西咪嗦 ，D 拉嘞发 ，G 手西嘞，左手在 B 哦 ，G 扬 B， 手哆嘞咪一加九，一麦西咪嗦 ，D 拉嘞发 ，D 扬 B，B 麦 seven。还是用 A 加二，所以整段是这样弹，从头到尾一次哦。前奏我们习惯是给两小节，你们呢？就是一样把它弹满。对。太长，太长。如果照经文，他念完以后，各位教导大家都这里层层的举行圣祭，不是就开始念忏悔礼了？师父不是念第一句那个，就马上要下来忏悔礼。可是还听你弹那么多小节，所以我们习惯是两个小节一麦，然后就下来唱。怪怪的哦，那个谱。
这世上，这世上，奇怪，好像搞半天是你们都唱错。自己弹错了。哦，我弹错了。这个我刚刚都弹成拉手手。拉拉手是跟第一句要对称，了解。还有那个这边的二 A， 其实我是按 A successful。对啊。我刚刚讲用 A 二嘛 ，A 加二。都 A successful， 要不要帮他写一下？我，这谁的？这是说的吧？你帮他加。这加。反正他没有在看。我这样跟他说好了，我直接帮他写。这是那个班长的。上面是贴六什么名字？哦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我刚跟他讲。管他去死。哈哈哈哈哈！别啊。好，如果我们用第一麦在弹的话，这边会 C A D D 七加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降 B 加二。A minor 7是什么？什么这跟什么 ？A minor 7。哆咪嗦。然后呢？哆咪嗦是什么？拉。哆咪嗦是什么？就 C 呀、啊。C on A。A minor 7是 C on A。要唱成拉哦，因为 key 是 D 麦哦，啊 D 麦关系调就是大调 F， 所以一变成发了，六变成瑞，瑞拉拉嗦嗦发咪嘞哆哆嘞，啊我都直接念那个唱名哦，瑞法拉嘞，嗦哆嘞咪嗦。七加二，哆咪嗦加二是瑞，对不对？嗦嗦，降 B 加二，七嘞发加二是哆，是哆嘞发。然后咪嘞哆咪 ，A my seven C on A， 所以咪就是嗦哆咪，左手就是 A 嘛。然后哆嘞 G successful， 跟刚刚一样。帮你写，拉哆拉西，
地方使用我们都叫过门。Bridge 从这边到这边也是过门，这边到这边那个和弦交换我们也可以讲过门。那我说的特别的过门是那个立体和弦，目前还没有用到啦。所以这边的过门是 Success 4到 G。Success 4之前有讲过，它没有解决，它一定要回到原级。Success 4的特性是这样，所以 G Success 4就要回到 G， C Success 4就要回到 C。这是 C Success 4，加强比较好听。Success 4就是没有解决，让你听起来还没有结束，要结束就是回到它的一级。A Success 4要回到 A。前面它的前奏就是用 Success 4，有弹过这个《诸圣导龙》吗？没有听过。在它的原版里面的《诸圣导龙》是用这个版本 ，Hass， 所以我在猜这个是不是 Hass 写的。好，那你怎么知道要弹？是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听吗？自己加？可以啊，还是对我自己加的。你要哆咪哆咧也可以啊，咧啦咧咪也可以啊，就你高兴。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会录我的一些变奏 ，feel in， 这个是 feel in， 所以他们就回去可以学。所以这边我是弹拉哆拉西，我要怎么写啊？拉哆拉西是几号？啊？拉多拉西是几号？几号是什么意思？发拉现在变三的呢？对对对。拉多拉西。哦。三五三。而且是四还原呢。四是不是还原？是升呢？四升对不对？哦，好难写哦。还是直接写那个。6167，你还比较会看。如果是从哆来咪发嗦啦，它是第六音啊，对不对？6167还比较会看。好。要写哪一个？好，写那个6167。因为这样简谱就简谱到底。可是我不会特别，如果要唱的话，如果是 F 调弹这个，我不会真的唱 re 啦，我是说我自己啦，你有办法唱啦咪咪勒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是我会弹，就是我会知道这是啦咪咪勒。那你的厉害，就我们学古典钢琴的没办法，看着他唱啦，我没办法，你可以哦。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不是因为我已经把它变成 F 调啦。对啊，我就用 F。其实标准的那个手调移调的唱法要像他这样，要像他这样，就要逼自己说这个是拉，催眠自己。我说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有可能唱？对，他就不是拉了。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哎、欸，对我们来讲很痛苦了。哦、欸，因为我已经被 F 调就是这样弹，所以我是。好。但是可是这是 C 调，你们这样比较方便，因为如果你只会 C 调的话 ，F 调其实是这样子，三五三，三五四四声，四声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变化。
来得及回来。如果你是勒索，要跑回来爸爸面来不及。洗收，这是洗收，收是第二音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是收嘛？看得懂哦。F 调的是这样 ，C 调的是这样。所以你 F 调的，你就说你有办法、啊。咪嘛。对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对对对，哦好。咪收咪。这是什么？喂，啊，你还要加加的喂哦。高音哦。哦。对。这个样子，高音的。啊，你就看下面的。可是你这个好难看哦，这个你又看不懂了，对不对？刚刚都是八分音符的，这边我突然会打一个十六分音符，我这边有过门，降 B， 降 B 跟 C 是在这一拍，所以是半拍半拍。你要把米索哆弹出来也可以，我这边音因为很低的，我就弹索哆就可以。然后 G sus 的 four， 索哆雷嗦，最高音是 re， 所以嗦就不弹，跟上面一样。好，我还有其他的变奏。第二次后面出现，因为前面安静一点，第二次的时候就开始变化了。所以这边我、哦、要学两种，这是第六音 F key。第六音，我没有升降，然后如果是 C key。看得懂哦。是不是跟前面一样？哦，我这边不一样啊。D 的是什么？ D minor。哦，不是啊，就是你会多用一个和弦去分解，对不对？哆啦哆啦西西又是还原，哦西你的是升，西雷雷西雷嗦嗦二高的二。
来示范一下，三五三四六二。啊，就是我弹的，好厉害啊！啊，这边。